到那个在那边的那些车那个速度。而且我觉得副驾其实比驾驶恐怖，因为你驾就像晕车，你驾驶是自己在操控，你就不会有那种感觉，你就会觉得说现在的速度是掌握在我手里，但是你坐副驾就是任由别人支配。我觉得如果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人，就会觉得说哦好像还行，就反正大家都很快，我就会开我。但你刚刚说超级挤的，而且他们那些车真的都太好了，我超怕会影响到他们。而且他们脸看起来都蛮凶的。对对对，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好很可爱。而且他们就是每个人的时间有限，你就会觉得说怕妨碍到。对对对，这妨碍到超尴尬。可是我们就坐坐副驾车，副驾应该会好一点。我们就先以副驾为主。好。我再考虑一下我要不要开。重点不在于速度，重点在于哪一台车。我先去挑车。如果法拉利的话，我要送了。这个一定是就是他们自己开公司的，然后他们来挂编号。如果他们是有厂商可以赞助或什么的，要来曝光都 OK。所以这边都没有人是租车子来，没有啊，他们是为了最多是公司车啊，所以也不会有人特别租车来体验赛道。对，台湾比较少这样子的，所以国外是不是台湾都比较不会有这种市场？我们这样子包场啊。已经是亏钱的状态，真假的？那为什么还要办？为什么亏钱还要办？因为设备商的老板他说不办，就是要办，亏钱都要办。所以如果平常不是像你们这样主办的话，一般的可能车友来就是可能跟力宝他都要包场，力宝没有在卖门票，所以不能说我付门票钱然后进来跑个一个上午，你一定要跑，你就要包全场。就是办这个活动，其实一部分是我们跟社会上合作，有很多是想要做底盘的店家，很多人他们没下过赛道，所以我要帮你挑什么让你可以下赛道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想要让店家他们来自己试试看，那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新手友善活动，很多都是第一次下赛道，大家都开超级快啊！你们刚刚在看的时候 ，A、B、C 都有很猛的车，应该是 B 组跟 E 组。对，现在应该是一组。剩余三组。一组有好几台油电车。那那个法拉利很安静。法拉利。他们好像都是 A 组还是 B 组？你只有可惜。我们其实是想要办一个很新手友善的活动，让一般人知道说，就是其实。也不用有什么超跑或者是什么，就是特别一般的车就一般的车，其实也可以下来玩，就是要把它看成说，就是我下来就是要跟它厮杀，就是去感受你车子的极限是这样的。你今天开台英语下来，它也是有极限的，但是你可以开在那一台车的极限边缘，也是一种乐趣啊。
三角饭团在胃里面滚。那你觉得今天这样体验感觉怎么样？虽然我真的都蛮晕，还蛮不舒服，又一直都蛮想吐的，但是比我想象中的好玩蛮多，就是那个速度感是从来没有感觉过，就是很新鲜。那会觉得害怕吗？就是那个当下，那个当下对我来说是蛮害怕的，老实讲。那你也觉得？那你很享受？就我们这。它完全不一样。其实我真的是今天这样体验完之后，我觉得真的蛮舒服的，就它有一种舒服的感觉。就是当然里面，我觉得弯道蛮多的，然后当然会有点紧张，但是后面久了习惯之后，就会觉得哦，反正就是一定没有问题。然后也，我真的没有什么，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完全可以再体验个舞台。那就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让你再来体验舞台，希望不要到时候我的内向直接被吹真的是。像今天应该算是一日赛道体验，算成功吧？我是觉得我蛮成功的啦。我觉得我忍住吐的部分我也比较好，至少没有喷爆人家车手，那就算是成功啦。那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